天要坐轻轨饱览香港具有特色的街景，前往元朗。类比香港与台北，这里是像三重一样的地区，保有香港较传统的一面，具有许多在地风味的美食小吃。结果买这个票，他不一定会检查，大家都要当一个诚实的好宝宝。这间米其林推荐的面店小吃，用鲜虾制作的面体，再撒上满满的虾粉，配上我最爱的捞面，细细 QQ 的口感，还要来碗道地的云吞汤，薄薄的皮里面还包有整只的鲜虾。买这个米心做下面，黑糖糕做上面，好像不错。哎 ，B 仔 ，B 仔，这是喵仔。美和楼是香港历史悠久的公宅改建，保有香港各个年代生活方式演进的痕迹，适合想要深度了解香港文化的朋友去参观。他们的沙拉翻译好奇怪哦，什么沙律？沙律？想象是什么？沙律。只要5块钱哎，我看错吗？那是抹布吗？我们到维多利亚港看夜景，坐上有150年历史的正宗鸭翎号古董船，结束这完美的一天。像这些地方都是香港，我用香港话啦。以上这些地方都是香港人才会去的行程。想要来香港玩的朋友，记得把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记得订阅娃娃的频道，然后开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！下次见，拜拜！拜拜！香港人有这样讲话吗？没有。